你要自己拿球吗？我没有球呢。我没事，我衣服拿包里有一个。你不是以前我这个吗？这挺好的。这个不能用，这个太硬了。啊，这个很奇怪啊，大概。有时候。好，录了录了。他骗你了。
没事。吃的咋说？
Thank you.
啥？准备一会儿先泡温泉。先泡啥？泡啥呢？泡温泉。就是。明天全都不会打球了。泡温泉不是打完比赛泡的吗？你打完泡完了，人都整个虚了。